能再变出来。那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没有关系啊，要变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什么勺子那边的那个握把再长三只就可以变出来了。我说要这样子哦、喔。他说对啊，他们没有跟你讲吗？我说没有啊，他说叫我来变魔术而已呢。哎呀，他说就是要变这个。我说哈，说还接了这个通告的话，我可能下一吞完三只有金色。有白色有黑色，通完的时候我回去我就开始后悔，我惨了呐！离录影还有五天，那五天我都睡不着，然后还鬼剃头，这边一块一块，因为压力太大，因为我不想要再吞那个金鱼，可是我又不能说不，因为你答应这通告了。对，如果说不的话，他下次不找我，那不完蛋了吗？因为你刚出道而已。对，我刚出道，所以呢，在正式录影的时候，我又吞了三只，啊，所以我这一辈子呢，就活吞了六只金鱼。今天是怎么搞了？我告诉你，当谐星哪有那么容易？小巴啦，而且我告诉常常九九是开玩笑的啦。我告诉你，小巴，我平常对你好吗？很好。对啊，那这是不是该你报恩的时候了？我猜彩华姐应该是，对，但是我猜彩华姐应该是想是我的歌艺，我会在旁边帮你唱。哦，不，是我来唱，你来吞。彩华姐。好，这时候我要讲哈，就算你们想吞，我也不准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这个金鱼是这么可爱的动物，你把它吞了死，活吞了，而且我们会被人家骂。不行不行，那时候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不是魔术师。小仔会来第三个，没有啦，因为刚才让少熙吞蛋，那个比较无伤大雅，顶多你把蛋吞下去就好了。对啊。但是说实在，就是那种吞金鱼，那是以前当谐星逼咖被人家欺负，或是说委屈，在我这个节目不可能会发生。来，金鱼吞出来，我自己吞。想不起来了。来，我跟各位讲，今天呢。我们见识到 B 咖的才艺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想往更厉害的 B 咖走，对不对？想成为谐星，要往上爬。听说有人准备了才艺，谁？既然刚刚已经有那个铁蛋了，因为我本身其实也蛮会吞蛋。小巴，你的嘴巴不小。对，我其实嘴巴容量还蛮大。你要给少熙哥难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想说下一辈可以挑战上一辈的感觉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先吞一下你的拳头啊。哦，要不要你吞拳头吗？可以吗？不然这样，你能吞拳头就不要吞蛋。对，真的吗？你可以吞拳头。可以吗？我试试看哈。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吧？小巴，你也太牺牲了。彩华这个厉害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彩华，彩华不必这样吧。我情况怎么样？天哪！彩华姐，出来！彩华，可以，够了，彩华够了。好，彩华，等一下。你怎么不去呢？特别助理还没来啊？哦，我特别助理来了，马上动手。好好好，那你医生等特别助理。谁啊？请进。请问一下，这是小书房吗？这是你祖母吗？我不认识。老太太，你找谁？我是来小书房的。你怎么穿这种衣服呢？我是护士啊。啊？我要找胡医生。我就是胡医生啊。胡医生，我是你特别的护士，特别的助理，就是我。曹小姐呢？胡医生是今天请假，他请我来帮忙啊。那怎么找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呢？有没有经验呢？年轻男人都问过这样子。我30岁的时候，第一个男人牵我的手带我到旅馆去，那是我第一次的经验。我是说你们开刀的经验，动手术的经验。你只讲了谈恋爱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开刀我真的没有经验，但是我以前丈夫是杀猪的。喂喂喂，我说我有经验。不要讲了，影响病人的心情了。好了好了，记得有，没关系啊。经验充足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你好好准备一下啦，准备动手术。这个开刀嘛，这个小手术，对不对？现在哪个人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准备好没有啊？准备好了，等一下。你真的？喂，你干嘛？拜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我现在杀猪的时候都要拜拜啊，亲爱的好兄弟，好兄弟。病人心情恶劣，救命！
信什么死的你啊？先麻醉，先麻醉，那个麻醉，先麻醉。你麻了你啊？这麻麻的你啊？麻哪里？捂嘴。等一下，你摸我干什么？我以为你晕了。不是他，他。来，数一二三。一二。不是数你，是他数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快。一二。哇，麻醉了啊！准备动手术了，准备一下。先把手套给我。手套。戴上。好麻烦啊，戴手套。当我捆工啊？啊？动手术用这种手套行吗？我先生都用这一种的。不是这个手套啊，是那个。啊，这种的。把手伸出来。好可爱啊！像这种破掉就完了，就不能达到那个效果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心得。你自己来好了。怎么那么容易破的？这种的功用都一样的，再用你就。可以了，来。我打时刻来了，那刀给我。刀子啊！啊！我换边。换边了，对不起啊。啊！哎，你这样怎么开刀啊？你声音不要，这割的花纹都不漂亮。可是我每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会。我在动手术，对不对？我在动手术，你不要。好吧，好吧，先把口罩给我。口罩。不要啊！闭嘴啊！啊！你想给我呼吸的？你不要！吓我一跳！还好画的不深。好可爱啊，他长得。哇，好了，大功告成了。其他就由你来收拾了啊，把他那个伤口的嘴啊缝一下。你这里休息就好了。要缝了。没什么经验的。已经缝好了，挂了。哎，医生，哎，已经都缝好了，缝得很漂亮。哎，他起来了没有？你真把他嘴巴缝起来？你不是说把他的嘴缝起来？三个月的嘴，你是不是把他真的嘴巴了？你会比较迷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好菜真的不用放螺丝。每一个女性的故事一定背后就有一个男人在惹祸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对不起 sorry。 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